当地时间1月20日，香港西九文化区戏曲中心正式开幕。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认为，戏曲中心的启用对于传承和传播中国传统文化能够起到重要的作用，同时更有助于提升香港国际大都会的地位。戏曲中心是西九文化区全新的世界级表演艺术场地，致力于保育、推广及发展戏曲文化。林郑月娥认为，香港作为一个中西文化交融的地方，戏曲中心为传播中国传统文化搭建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香港文化植根于中华传统，又兼具融合古今、汇水中西的特色，在国家的文化发展中有它独特的地位。为了展现香港文化特色，提升香港作为国际文化大都会的地位，丰富市民的文化生活，培育更加多文化艺术人才，并促进文化事业及创意产业的发展，特区政府全力打造这一片屹立在海滨用地的西九文化区。从戏曲中心节目的安排上可以看到，除了粤剧经典剧目，还有包括京剧、昆曲、粤剧、评剧等众多的中国传统剧种陆续登台。香港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董事局主席唐英年认为，戏曲中心会成为中国传统戏曲展演的一个重要的中心。戏曲中心将会成为我们整个香港九龙一个新的地标，也都等香港市民和旅客可以体验和欣赏到我们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戏曲。我是期望戏曲中心能够成为汇聚中国各地戏曲的种种剧种的中心来的，透过培育新演员，吸引新的观众，进一步传承和发扬我们传统文化。戏曲中心是香港西九文化区重要的组成部分，西九文化区全部建成后，预计建筑面积可达40公顷，将成为一个集文化、艺术、大众娱乐等为一体的世界级综合文化艺术区。